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导播，我可以讲了吗？好，可以哈。好，阿弥陀佛。哎，我们雪梨净宗学会正副会长，还有各位同修、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昨天我们讲的是，亲子教育吗？今天讲的是生命的关怀，有好的开始，也要有好的结束，你们说对吗？啊，对啊、哦、这些鼓掌表示吗？同意啊、哦。哎，我妈常常讲我，你怎么老是叫人家鼓掌啊？我说鼓掌生信心呢、啊。啊、哦，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气氛会比较好啊。那么今天的题目是生命的关怀，这个题目啊，其实我很少讲这个题目啊，这是去年啊到美国加拿大演讲的时候，突然芝加哥净宗协会指定这个题目，他认为我的助念的经验呢、啊、可能累积了一点啊，你最好报告这个题目，我们国外啊缺乏助念的经验，我就好吧，就答应了，有一讲讲了3个钟头，接着下来就一段一段的讲，结果做成了这个生命关怀再造系列的这个讲座啊，大概是9片 VCD， 4片 DVD， 你们喜欢的可以拿去听听看啊。那么布里斯本讲的我也讲了一场了，我希望今天讲的跟布里斯本讲的当然不一样比较好嘛，哈啊。那么生命的关怀，到底这个生命啊什么现象？人有出生了之后大家都一样嘛，哇哇的哭的下来，可是我们发现人死亡的时候，哎呀，结局是千差万别啊。像我们警察常常看到被车撞死的啊，我们警察跟这个嫌犯啊，或者是所谓的歹徒啊，枪战，有时候子弹不长眼睛，枪弹飞到自己的身上来，哈哈，莫名其妙因公殉职啦，被歹徒打死了都有可能啊，要不然歹徒死在我们警察的枪下也有可能啊，那暂时会很多的困扰，为什么？他不服气，他告你，对不起，你怎么可以替国家执行法律，当场就把我枪毙，他不服，真的有这种事情哦。我碰到一个警察，他是英雄，为什么呢？他在仁爱路派出所当管区，当这个军区警员，结果呢有一次辖内发生抢案劫匪啊，呀，4、5个人攻击他，他到了现场被4、5个歹徒攻击，拿刀砍他，不得已就砰砰砰连开了好几枪，打死了2个歹徒，哇，新闻不得了啊，这个战功彪炳啊，哈，这个枪毙的这个当场抢劫的这个土匪，哦，这个市长那时候是我们现在的陈水扁总统，特别颁的英雄奖给他。好啊，颁是颁了，不到半年，他碰到我了，他很不顺，他说的，为什么很不顺？觉得家里面出了事，家不和，太太也跟他好像一天到晚吵架，家里面又遭小偷，好像诸事不顺的样子。我一看，哎呀，我说你麻烦了，你就是那位英雄对不对？好，对，因为报纸登得很大，大家都知道，我说你当场把他们打死对不对？对，我说如果他是你被警察用枪打死，他服不服气？我先问你。他想一想，可能不服，对了，他告你，他到哪里去告你你就知道了，因为你可能在紧张之下啊，平时打靶打不准，用枪打人，一枪就打死人，有没有这种讲法？有，我们警察里面训练就枪打不准的啊，枪战的时候特别准，一枪就把对方打死了，你说怎么办？就开始射送，家属就甚至抬棺抗议，你警察用枪的时机不对，执行公权力过分过当了，常常有那种困扰啊，所以他莫名其妙就跑来跟我聊，因为警察台北是有1万个，哎，
那天我到城中分局一坐，哎，他调了别的分局又跑回来到城中分局啊，在跟老朋友聚会，又看到我，大家问他，哎，你有问题吗？来找这个关老师给你关怀一下。我就跟他讲一讲，我说你这样子不行哦，你要好好的帮他们超度哦，他们的家属不懂得佛法，他们是死于非命，但是也是一条命，对不对？人家说人命关天，一起念，人命关天呐、啊，不是开玩笑的呀，好人坏人都是一条命啊，对不对？我才想想有道理啊，我虽然是啊做了战功啊，这个好像说了接受表扬，可是他们不会放过我，因为他没有被审判之前就被你枪杀掉了，他不服。要我判死罪也要经过法官嘛，对不对？检察官三审才能定谳呢，才能判结论呢，是这样子的，法律是这样子的。哎，所以说你这样子不行，我说你这时候只有忏悔，认真的替他们忏悔，帮他们抄检，把他们的牌位，他们家属你也不要跟他们联络了，你直接去到大寺庙去帮他做抄检的工作，而且你现在开始要修行了，认真踏实的修啊，不是开玩笑的人。因为我听过以前我们一个法师啊，很有名的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就是这位立行法师从大陆带到台湾来才流通的。他没有成为出家做法师之前，他是山西司令官，中将两颗星，当将军的。你看他出家之后修行，闭关100天念佛，念到最后怎么样？哎呀，看到他的师父是慈航菩萨，肉身不坏那位，他的弟子条，因为闭关不能讲话，他的弟子条给他师父，他看到冤亲在此找他了，他师父告诉他，你继续念佛忏悔，回向给他们，不要障碍，不要心慌，好好念。因为他以前做官的时候杀死的这个两位，等于是判死刑或者是枪毙的两位啊，不守纪律的这个士兵，那时候的这个军官的权力是相当大的嘞，尤其是司令官呢，连长都可以枪毙士兵，如果你这个士兵不守规矩，阵前呢、啊、不守纪律，他就枪毙你，他有这个权力，先斩后奏。但是被枪毙的认为是冤枉啊，他就会报复。他认为罪不该死，你把我枪毙，我找你报仇，有没有这回事？有啊，冤有头，债有主啊。所以说，立行法师这样念念念就没事了。他念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夫非常好，所以把他抄检走了。那么我就劝这个警察要如法炮制啊，你要可要认真念啊。那两个绝对不服气啊，所以他找你算账现在。弄得你哈、啊，家钱鸡犬不宁，事业不顺，哦，这个心神恍惚，再下去搞不好你会精神分裂。跟他这样讲，他听了，是，赶快念阿弥陀佛，有道理，关老师讲的有道理，那就好好念佛吧。而且你是拿香拜拜的，容易接受阿弥陀佛这种观念啊、哦。我们台湾大概80%-90%的台湾同胞啊。都是拿香拜拜的，只是很多是佛教道教分不清楚的，叫佛道不分，真正懂得佛法的比较少，求平安的比较多，像净宗学会这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的不多，真的不多。虽然台湾有大概10几-20个净宗学会，加起来它的人数大概是几万个人，顶多几万个，台湾有2300万呢，比澳洲的人口还要多嘛。你看雪梨有300-400万的人口，请问雪梨净宗学会有多少会员，你就知道了。哎呀，真难得啊，为自己鼓掌吧。我说你们副会长啊和他夫人啊，这还有很多执事啊，都不是普通人啊，都是佛菩萨安排来为大家服务的呀，你们说对不对呢？啊、哦！
所以大家要同心协力维持这个道场，大家要精进念佛，让佛光普照。在这里修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生命彻底的关怀就是这个净宗学会。一般没那么简单，一般的法门你要一生成办一生成功很难很难，因为要断烦恼。我们一起念断烦恼。哎呦，有的人说我哪里有烦恼啊，是啊，他连什么叫烦恼都不懂。哎，烦恼是佛法里面常常讲的名词，专有名词。比方说我见解上的烦恼叫见惑，有88品那么多呢。思想上的错误哦，思惑有81品呢。你要断了见惑88品才能够证得出果圣人须陀洹，得到位不退的功夫，不会堕三恶道。我们这一生不往生极乐世界，保证三恶道有份，跑不掉的。就算你来世再做人吧，你能够保证我们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听闻佛法吗？很难讲啊。你看澳洲人福报很大，说不定前身都有在修啊，守5戒10善的。可是他们，我看他们老人好可怜哦，好寂寞哦，你都不懂得孝道啊，都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啊，都最后住养老院啊，最后等死啊，最后被麻飞打下去就这样死掉了。因为得到病了嘛，生老病死嘛，又老又病嘛，话都不会讲了，苦不堪言啊，老亦苦痛啊，无量寿经讲的病极苦痛啊，最后死极苦痛。一起念死极苦痛啊，不是一死百了啊，那是没完没了啊，死了就不得了啊。各位常常听到净空老和尚讲嘛，我们修行没有功夫不能死啊，死了就不得了啊。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常常念阿弥陀经嘛，要念到一心不乱啊，才能够往生啊。至少你念无量寿经我们也懂了，要一向专念啊，这是比较简单啊。一心不乱那是佛光助报的时候让你功夫提升啊，得一心不乱啊。你要这一生念到一心不乱，那有很大的功夫啊，不容易做得到的。但是念到功夫成片，扶助烦恼，人人有份，就看你认不认真去做了，认不认真去念了。所以这个信愿要坚固啊，很重要啊，不要有点病啊，病苦缠身啊，信心就没有了。很多我们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他念痛哦，他不是念佛哦，哎呦好痛啊，哎呦哎呀好痛哦，5个字耶，阿弥陀佛的4个字，你不会换过题目吗？所以不能念痛，不能念病，一定要念佛才能够扶助我们身体的痛苦。要不然你念病，病不但不好，佛也不来接你了。因为我们念佛的心不虔诚，我们念烦恼跟佛不相应啊，问题出在这里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问题就出在这里啊。看不破放不下，舍不得不肯离开娑婆世界，还在贪恋家庭眷属财产怎么分配。哇我的天哪，那时候还想这个那就完蛋了。很多的念佛人，要说念佛人，一般的世俗人都是这样子的，财产金钱没有处理好，看不破。既然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为什么不把它事先处理呢？该布施的就布施，该分配的就分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们不要再吵我了，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这样子洒脱自在，心无挂碍，念佛容易得一心啊。所以各位，我们念佛人呢、啊，遗嘱先写好啊，事情先办好啊，先安排好，很重要的，这样子比较没有障碍。
否则临终的障碍很容易业障现前，那就会搅乱这个往生的这个因缘呢，整个破坏掉了。很多都是给自己的家亲眷属、至亲儿女给坏了往生的大事。所以黄念祖老居士常常讲这句话，儿女不学佛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啊，简直就是最大的灾难。老实跟你讲，这句话是我加进去的。儿女真学佛，那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啊。就算是爸爸妈妈修行不是很认真，对佛法不是很了解，你儿女真干真修，在佛门里面积功累德，你爸爸妈妈会得到你的好处，三宝会加持，你相信吗？就像你们副会长，对，他就跟我讲他的经验呢，他最担心就是他妈妈往生时候有障碍啊，因为他妈妈那时候对心里面就会有嗔恨心啊，因为有了孩子不见得孝顺嘛，哈，尤其是不学佛的，哦，涉及到财产分配不公，他认为家长对他偏心，哦，对那个儿子好，对这个儿子不好，那个儿子的心态就会变化了，就会来找你算账了，会来障碍你往生了。那么副会长这方面很担心，他就天天的这个回向，天天的祈求佛菩萨安排妈妈往生一定要顺利，不要有障碍。结果真正得到好利，不是福利加持了，要不然的话嗔恨心会堕什么？会堕地狱的。一起念，嗔恨堕地狱，贪心，我们中国人讲贪心鬼，有没有？贪心堕恶鬼，愚痴没有智慧。你看畜生跟人的智慧比起来是没有智慧嘛，对不对？所以愚痴会感召畜生的这个果报。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为什么常常讲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祖师大德啊，佛这个佛教的经典或者讲经说法，很多师父大德都劝我们修行人一定要熄灭贪嗔痴啊，就怕我们堕三途啊。因为很多修行人修了半天贪嗔痴没有减少啊，照样堕三途啊。所以念佛往生虽然是这么好的这个殊胜的因缘，但是因为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你看《阿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找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是我们平时要积功累德啊，结在佛法里面好好的跟师父啊，或者跟善知识啊结好的法缘啊，跟莲友结好的佛缘啊，清净的法缘啊，你的往生的时候啊，因缘就很殊胜。你看我们老师往生，我的数学老师叫严介如老师，4年前的事情，他虽然一个人在念佛，他也不参加任何的这个道场都没有，他听净空老和尚的无量寿经、金刚经都听了，一天念5部无量寿经，70岁的老人哦，念了80岁，念了6000部，最后一天只念1部了，1400拜的阿弥陀佛，70岁开始拜，拜到最后2年比较不行了，因为老了，哦，年龄体力也衰了，只能拜108拜，他还坚持到底，到了78岁、79岁还有300拜哦，我去吃饭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还有300拜哦，最后一年生的病比较严重。就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子。但是他平时会种三宝的福田，常常拿钱给我帮他印什么经，帮他印法宝，甚至帮他印乾隆大藏经，他都做，什么好事他都做，对，每一个月经常做，念念不忘做好事。其实以我观察他的为人处事，我仔细去分析，就是所谓佛经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他还叫我不要度他的家人，免得他家人毁谤佛法。你看他还真慈悲耶，时节因缘不成熟，不度你也是慈悲呀，也是在为你说法耶。你们相信吗？只要你把自己修好了，自然就有那个因缘转了。
所以我们不要改变别人，我们要改变自己。改变别人很困难，改变自己很容易，你说是不是？求人难嘛，求自己容易嘛。啊，这一点希望大家共相勉励。那么家亲眷属对我们的往生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他们真正能够学佛，对我们的往生真的有很大的助力。如果他们不能学佛，那你就要好好的想一想，你自己的因，自己的修行的这个因啊，要非常的强才行，要有功夫，甚至要有功夫，至少功夫成片啊，欲知实质啊，表演给你的家亲眷属看啊，现身说法，你就助了他们了，而且你还不受他们的影响嘛，就像香港河东爵士一样嘛，对不对？他的老太太嘛，或者是李将军的老太太嘛，老夫人嘛，他就表演给你看，他全家信基督教哎，他临终这一下表演，坐着往生，一直十字，谈笑风生，撒尤娜娜，我走了，但是你们送我一程啊，我们亲子一场，母子一场啊，依照世间的道理，也应该送我一下嘛。那么你们帮我念念佛嘛，平时我都没有要求你们嘛，现在你们送我一程好不好？那大家儿女都很孝顺嘛，虽然是基督教的，妈妈临终前跟我们告别了，我们就尊重他的信仰吧，就帮他念佛，送他一程嘛，大家都帮他念，念得不到一刻钟，啪就走掉了，没有病苦，清清楚楚，坐着往生，他不会倒，你看。就度化他们一家了，还度了整个香港，听说，因为他是等于是身份很高嘛，地位很高嘛，影响力就很大，那报纸一宣传就很大了，所以说他是我们的榜样。如果我们家啊没有学佛，你要好好的修，做个好榜样，就像何世礼将军夫人啊一样，还有我们的严老师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严老师虽然他一个人在修，但是他往生的时候100多个人帮他念，但是佛菩萨安排的，佛菩萨知道你有念念求生极乐的心，你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不是嘴巴说说我要往生，心里面却贪恋娑婆世界，哎，这个很多念佛人的毛病哦，要注意，要问自己最清楚哦。你看我是他的学生，我就会想尽办法把他安排的好好的，他佛力加持，自然有很多的念佛人，跟那个排队一样，排班一样，帮他念了4天4夜，最后还练了多练了2天，练了53个小时，6000多耶，殊胜吧？顶门是热的，还有股热气冲出来，烧出200颗舍利子大概。结果他们家属还说这是胆结石，哎呦，我都昏倒了，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那个悟圣法师啊，是老的悟圣法师，他说啊，你们家的大恶人就是那个，就是你们老师的学生啊，王某某啊，你们要感恩戴德啊。我笑一笑，阿弥陀佛，我快溜着比较好，我快溜比较好。哎，真是这样子啊，差点一送法办你都不知道啊，很多误会啊。因为不学佛的人不晓得我们佛学佛的人的心很热诚，而且我们想得很深很远，都是为了他长辈着想啊，他却不知道啊，他甚至嫌你麻烦呢，甚至看看他妈妈这样子饿肚子不吃饭，决心非常的坚强，决定往生，写下遗嘱不要送医，我不要给我饮食，我也不要喝水，我老师是这样写的，这样写的，你知道，你们就帮我念佛送我一程吧，很恳切地跟他儿子这样，儿女这样讲啊。最后坚定在这现前，最后佛菩萨加持，这整个过程要清了凡入净土，我在洛杉矶2000年11月26号讲的那一套 VCD 光碟，你们这里有没有啊？没有啊，那我得想想办法才行啊啊，看看有姻缘的话，我希望这次回去能给你们送一些过来啊，那一套他们说大陆还在，我看到五台山还有那个光碟流通处还在卖这一套，呵呵，他们那个工本费流通的，他这套流通的蛮广的，说实在的。
啊。好，我们谈到这个，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读《弟子规》，都知道要孝顺父母，但世间的孝顺也只能啊，让他身心愉快啊，食物啊，这个供应不缺，物质生活很快乐，精神生活也很愉快，但是他的来生呢？一般世间人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没有来世的思想。我们人现在你看每一个人命都不一样，我们所遭遇的果报完全不同，就表示我们有过去世、过去生中造的善恶业有差别、有落差。还好我们都是有修五戒之善的，所以依据顶业投生到人道来。但是人道你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哦，他的境遇、他的福报、他的命运千差万别啊，所以人比人会气死人啊，不要比啊。你懂了命运，听懂了凡四训，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都是我们过去生造的业啊，这一生在承受果报啊。所以自作还是自受，谁也替你不了，真是这样子啊，这是事实的真相啊，我们要明白清楚啊。根据这个事实的这个哈、啊、现实的，我们所遭遇的，我们遇到灾难了，遇到逆境了，我们要忏悔我们过去生中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造了恶业才感到这种逆缘逆境，在这种当中磨练你的心，要修忏悔，不能够怨天尤人，否则又增加更多的罪业，那你来世有的受了。所以不管是善缘也好，恶缘也好，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啊！你的一念转过来就是好境界啊。所以我们会修的人呐、啊，不管是好的净缘、坏的净缘，人事上有什么误会 misunderstanding， 你不要动心，时间自然会过去，误会自然会冰释，会化解掉。所以这点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警觉性要很高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妄想起来了不要怕，就怕我们不觉悟啊。我们净土宗就用阿弥陀佛把它转过那个杂念妄念，这是我们净土宗最殊胜的地方，其他的你要用其他的方式是比较困难的啊。这一点希望大家参考，我们得到这种这么好的法门，如果再不珍惜的话，哦，那个损失啊简直是不可以想象，也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想象的出来的，太大太大了，等于一个金刚钻在你的面前到你的手里面了，你认为它是大石头，不要丢到海里面去了，你看损失大不大，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之前听到净土念佛的法门，那是我们多生多劫的善根啊，所积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这一生就该当去做佛了，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懂得这个方法，要报佛恩呐、啊，要广为宣传呐、啊，要多劝人念佛啊。这一点太重要了，不要认为自己我修就好，没有别人的事情我不管，也不能这样讲。该助念的机会到了，都一马当先，不能推迟。因为你没有助念这个因啊，等你往生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助念的缘过来。很多人认为助念是很辛苦的事情，确实是比较辛苦，但是他的功德之大不可思议啊。如果你真的助念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的话，这个人一定会请阿弥陀，哎，报告阿弥陀佛，我的往生是他有帮忙的，你老人家慈悲啊，我们去接他往生吧。很多人就会拉你一把，请佛拉你一把，所以这个因啊太殊胜了，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放过去。
虽然工作上累一点没有关系，你只要念佛念得得力，在助念之中不打妄想，你的精神好得很，第二天照样上班去。真的，我们那里那个师兄助念了跑第一的，精神很好啊，体力很好啊，念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照样上班不打瞌睡。他说我在自己在念佛一样，他在自我训练，借着这个往生的因缘，他训练自己念佛的功夫。所以任何机会都是我们自我训练的好因缘呢，不要放过去。人要自己磨练磨练，你才会进步。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啊。世间的事情啊，都要经过很辛苦的这个努力啊，才能够成功的，何况是念佛这件大事啊，可以拔出我们多劫以来的生死根本啊，怎么可以轻忽呢？怎么可以随便呢？哦，不行的哦，这一点哦，希望大家彼此勉励。那么往生啊，确实是一种我常常比喻叫做生死的大战啊，就跟那个临终啊，就像一场大战一样啊，跟战争一样啊。这时候冤亲债主要找你麻烦，不让你往生。哎，有的人助念呢、啊，还碰到这种境界呢，这书上都会写啊。你我们过去之中障碍人家往生，嘿嘿，这两个人就过来了，障碍你往生。有的人就梦到了，哎呀，这两个人要障碍我父亲往生啊，他就忏悔，马上忏悔，跟佛报告，不要再障碍我父亲了。他成佛念佛成佛，他一定来助你们，要很诚恳的在佛前忏悔，自然会感应道交。这些障碍的冤亲债主，他看你真诚忏悔，他就放过你了。你跟他说法啊、哦，劝他不要冤冤相报，无止无休啊。哎，他听了，哎，过去他有修行的这个慧根呢、啊，他一听了，嗯，有理，好，我就等你成佛来度我吧，他就放你了。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劝人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功德最大。你劝两个人念佛，比你自己精进哎。你劝了十几个人，你的功德已经无量无边了，福德已经无量无边了。你劝了一百个、一千个，你是真菩萨；你劝了一万个，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呀。大慈菩萨的一个句子好像这样写的吗？啊、哦，我的意思是这样讲哈、哦，你们参考一下。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好处啊，我们尽量啊要共转法轮呐、啊，要把这个资讯呐、啊、弘扬到雪梨。我们住在雪梨，住在澳洲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耶。我们不会讲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法宝拿到外面去，小套的，我是说小套的，比较容易接受的，让他们先种善根。上面写我们雪梨金融学会的地址电话，哎，有个 information， 有个资讯，他有些无聊的时候啊，听起来很高兴啊，触动了他术士的慧根啊，哎呀，他就想要找一个人生的目标方向，就暗指寻路，找到我们雪梨金融学会来了。有没有？有嘛、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做这种工作，不要嫌麻烦，你是用心为佛在做事啊，为道场在做事啊，点点滴滴啊，聚沙成塔。哎呀，你修了多少的善呢？还是敬业的善呢？啊，希望大家啊互相勉励。那么我们念佛，如果你的雄心这个毅力坚强的话，我们应该有这个发这个大愿，我们念成有功夫才行，才有把握。靠人助念，那是很大的福报。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呢、啊？如果这个战争发生了，或者灾难发生了，像九二一大地震，撞下来，你怎么去找人助念呢、啊？当场被压的就快死了，只有靠自己自立了嘛，只有计了，别人来不及啊。所以很多无常啊，我们要有这种高度的警觉性啊。坐个飞机，万一飞机爆炸了怎么办啊？谁来助念呢、啊？那尸体到哪里都不知道啊。比方说九幺幺，美国那个911恐怖事件，
如果这些恐在大楼里面的这个快要死的时候，因为还有时间嘛，对不对？楼门那块塌，大家恐怖紧张，全部忘掉，连上帝都忘掉了，要说阿弥陀佛了。这时候你还会念阿弥陀佛，你从楼上跳下来还在念阿弥陀佛，反正必死无疑嘛，我就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一样可以往生。你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一样往生。可惜在惊慌恐怖之中心乱了，平时没有功夫，临时抱不住佛脚的，所以平时要下功夫啊，临时才抱得住佛脚，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用功啊要精进啊，一定要精进啊，精进破懈怠。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懒惰 laziness， 很习惯的无时间来养成的毛病习气，要精进的时候就想睡觉了。你们看念佛的时候打个坐啊，直接呼呼呼，还有人打呼的，还吵到别人，我都听到了。真的，我们打个佛七就有人打呼，那就是业障昏沉，那叫做昏沉。这时候起来要拜佛啊，可以破昏沉。那平时呢，我们念佛你要懂得道理，理论要懂，方法要懂，境界要懂，你的念佛就容易得力。要不然你很老实不认识字也可以，你心很纯，没有杂念妄想，就一心念阿弥陀佛，不用听经，不用闻法，也可以成功。但是这种人不容易见到，所以有看到那个不认识字的人，我好高兴啊，你很单纯啊，你的成功希望比我们这些读过书的要高很多。哎，你不要说自卑啊，我还羡慕你呢。我们读书的人啊妄想多啊，自古诗人多妄想，你看那个诗人都才高八斗啊，对不对？文章写得好得很啊，天天打妄想啊，真的是这样子啊。那个不认识字的，他不会看报纸，不会看小说，也不看杂志，心地清净啊，甚至电视也不看最好。如果你不认识字，你拼命看电视，那也是很糟糕的，因为电视里面的磁场磁波动出来的都是很不好的讯息，很多不好的波动在里面，思想波在里面，会干扰我们的念头，所以看久了那个习气都跟电视上讲话的差不多了，很现实的，不懂得人生的目标何在啊，一天到晚都是杀盗淫妄那种思想啊，很可怕的。所以最好不要看电视。你看我们这个师姐啊，不可思议的中阴往生啊，我准备下一节提一提，她就说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哎呀真羡慕，她是师父的标准徒弟啊。我不太标准的，还看一看这看看那，美其名说我要帮人家讲这个等于讲课啊，必须要知点资料，这也是难免的啦，所以我还是有这种习气毛病啊，不过尽量不看了，电视不看了，报纸那个只看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希望不要再看下去。哎，不行哦，还会看下去哦，很麻烦哦，那习气很厉害哦，有一分钟就有两分钟啊，对不对？你看真正修行他们一功夫很强哦，我们看报纸你要注意哦，你脸色会变化，你相信吗？因为报纸的磁场它是引恶引善扬恶，都报道很不好的情节，很不好的内容，让你看了你的心念就跟它一起波动，糟糕了，你的心就被它转走了，被这个境界所转，所以相貌开始变化。你不知道那个人旁观者清，他一看，哎呀，你脸色念佛完毕还蛮红润的，结果一看报纸马上灰暗，你相信吗？还有熬夜的也是很麻烦，没有事该睡觉了，安板了该睡的，早睡早起身体好。我发现国外很多人熬夜啊，那脸色都很难看的，所以佛门都是十点钟以前就安板了，他两点钟三点钟就爬起来念佛了，身体很好啊，
气色都很光滑，所以我们生活作息要有规律，修行才容易有功夫啊！啊，不要一下子很猛啊！哦，我精进佛意啊，回去就瘫在那边睡大觉了，懈怠放逸了，这样子不容易得力。我打过佛意，我知道啊，24小时啊，很辛苦的，我带翻的嘞，哦，很辛苦啊，这撑啊！你不能倒啊，旁边你倒，他们旁边的分都解散了，对不对？就撑啊，哇，拼命撑啊！哎，晚上3点钟，我们6点钟开始起香嘛。晚上3点钟下去看一看，我们家楼上楼下那时候，11个人打佛七、打佛一啦，11个大男生哦，都是男众的，没有女众那时候。6个人躺下来了，都坐楼下沙发上躺着，七魂八素的，我就知道了，不容易啊。瞌睡虫很难缠呢、欸，真是这样的。这睡呀、啊，你看财色名食睡，地狱5条根啊，所以不能贪睡呀、啊。哦，这一点哈、哦，希望大家啊、哦，平时要下功夫。你念佛念得好，心清净的，睡眠会减少，吃东西都会减少。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听师父这样讲嘛。啊，你看阿罗汉，他断见识烦恼啦，小乘的这个极果啦，啊，最小乘的最高的境界啦，阿罗汉呢，可以这样讲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啦。他一个礼拜才吃一顿饭呢，他没有妄，没什么妄想嘛，很少很少。我们的能量都是被我们的妄想给消耗到了，99%都是妄想消耗掉的。不做事吃饱了，坐在那里就饿了，是不是胡思乱想嘛？连做梦的睡觉都不老实，在做梦，消耗能量。啊，毗湿佛2个礼拜吃一餐嘛，佛菩萨那种境界根本就不需要饮食啦，他要吃也是吃给我们看的，免得他太突出了。你们是圣人，我们学不到啊。他吃也是慈悲啊，吃而不吃。这点我们要了解啊，哈、哦，好，那么我们都希望这一生可以成功，但是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啊？一起念：菩提道上魔障多，菩提道上魔障多，不受磨难不成佛，不受磨难不成佛。所以啊，遇到灾难的时候，遇到苦的逆缘的时候，要锻炼我们的心智啊，不能够退缩啊。英雄就怕病来磨啊，很多人生病啊，生了最后都放弃，都想要自杀了，会有。包括念佛的也是一样，病急苦痛啊。我看到有的师姐练得很认真，每天早上3点钟起来念佛，打佛七打7七49天，还不是一个哦。她老公碰到我，哎呀，王警官啊，她老公也是警察嘛，她跟我诉苦啊。我老婆只爱阿弥陀佛，不爱我了。你看，真精进啊！最后得病，48岁得病了，骨癌，到医院去急救，这就医了半天，没办法好，就在家等死了。痛的时候痛到什么程度？拿刀子要自杀，被另外一个师姐把他拦下来，不可以啊，自杀又不得了啊，生生世世要自杀，那还得了啊？听说。自杀的人500次以内都要自杀的，所以自杀是灾难的开始啊，千万不能轻言自杀。很多人不懂啊，年轻人都不懂事啊，所以我讲了一套叫自杀是灾难的开始，你们听过没有啊？没有 啊，这个可以救很多人哦，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我只讲了一片 VCD， 有人请我讲的，好，你讲，我出钱7000套啊，好，我讲利益众生的事情我很乐意干的。就这样子出来了，听说那一套也影响蛮大的，你们这里没有，我们要检讨改进，服务不周。啊，好，我们谈到这个，难免我们末法时代你要无疾而终很困难啊。末法的人啊，末法的众生业障重，情执深啊，不容易看破，不容易放下，所以走的时候不太顺利，往往会生病，
你看有几个不生病的坐在那里预知时日自在往生，没有病痛的好像不多了，对不对？大部分都生病走的。可是只要成功，不管他生不生病无所谓嘛，最后成功才重要嘛。啊，病也是一个过程嘛，让你以前做的坏事啊，哈，恶业啊，哎，借着这个病苦啊，本来要做三途的呢，还好看阿弥陀佛把我们转了，消我们的业障啊。所以重罪轻受嘛，所以有病苦不要怀疑你念佛不得力，不要怀疑，不能有怀疑的心哦。所谓莫怀疑，莫夹杂，莫间断呐、啊，一怀疑就坏大事啦。你看玄奘，唐三藏玄奘法师，他走的时候也是怀疑，也是很痛苦啊。他就怀疑自己翻译的经典有没有翻译错啊，就感召护法神来跟他讲啊，菩萨来跟他讲，没错啊，你翻的都对啊，你的功德很大，但是你以前做国王啊，给人家众老百姓磕税啊，磕得太重啊，这是你这飞升啊，你要还这个业啊。哦，所以他很痛苦，他一听有道理，他就不怀疑了。何况是我们凡夫呢，对不对？功德哪有唐三藏那么大，所以难免会痛苦的。但是你要相信佛语不虚啊，我们念佛啊一定要把我们这个烦恼压住才行。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根本烦恼常相随耶。所以菩萨最大最严重的这个业障是什么？就是怀疑，对不对？很多菩萨怀疑，丧失了往生这个一生成佛的机会，所以他修很久很久啊。无量寿经有讲到吗？所以我们能够相信净土法门，哎呀，你已成供养400亿佛都不止啦，比那个阿舍王子啊善根福德因缘啊不晓得要强多少倍呀。接愿作佛第十，无量寿经第十品，读读看就知道了。我们过去所种的善根呢，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而种善根呢，是无量佛所前种的善根呢。所以今天你一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净土法门，你就肯相信，你就肯来念佛，你就肯发愿往生。哎呀，恭喜各位啊。刚刚啊这个老这个前几天都这样子了哈。我们这里有越南的同修，对不对？华文呢、啊所谓普通话可能以前没有学习过，所以听起来会有障碍，必须要现场翻译啊。我做过警察，而且常常演讲都对的是我们这个华文程度比较高的人讲的，所以我讲话可能有军人的味道，就比较节奏比较快，你说是不是呢？所以要改变这个习气啊，一再的提醒啊，好像改不过来，所以你们给我暗示一下，这样子我就懂了，慢一点啊，慢一点。其实我跟越南人很有姻缘的，你们相信吗？ My mother 我的妈妈住在越南10年，抗日战争跟日本作战，中国中日战争发生，我妈全家逃到从香港啊，从广东啊，东莞啊，一路走路啊，走到这个路上都没有交通了啦，飞机都丢炸弹了，逃到香港，香港都住不下去，就逃到越南去谋生活了，跟大家一样。我现在的阿姨四姨还在越南，嫁给越南人，苦了一辈子，劝她念阿弥陀佛，好像愿意念，可是又不太懂，因为我们常常接济她，所以我劝她念佛，她比较容易接受。我说啊，四姨啊，我叫我妈翻译给她听啊，你已经苦了一辈子了，嫁错老公啊，生错儿子啊，儿子又不孝，又吸毒，又犯罪，有问题很严重啊，很多年轻人堕落了，经不起这个社会上的诱惑啊，加上家长读书不多，而且又生活很苦，没有及时的教导，所以很容易犯错误啊。这一点哈，这是人生的很大的不幸。那么我在美国加拿大也坑了很多越南来的同修，我看他们念佛的精神比我们台北来的香港来的认真多啊。我问他为什么 why
他们那么认真。他就告诉我，他们曾经死过一次，你说是不是？越南沦亡了，逃难海上了，多少人死在海里面，中国的南海，对不对？好不容易国际救助把我们运到美国、加拿大、澳洲啊，当地的政府慈悲收留了我们这些越南华侨、越南人。所以啊，越南人懂得这个苦难中的成长，他就知道就算生活好了还是要认真念佛啊，否则来世啊再碰到什么大灾难的话，哎呀，这个苦怕了，不能再受这个罪了，吃苦就是了苦啊。我们生活太富裕了，台湾、香港也是一样，富贵难修行啊，真的。所以我很羡慕越南的同修对道场扶持的精神，这是超过我们台北来的、台湾来的，这是我们要效法他们的精神。他们对道场的付出和他的向心力很强的 Very strong confidence in 阿弥陀佛 Pure Land 信心坚固啊，愿力深切啊，加上你力行念佛啊，万修万人去啊，一个也漏不掉的。你们这里雪梨就短短的几年当中就两个往生成功了，可能第三个都有可能啊，只是没有办法辨别啊。我就讲讲你们雪梨的吧。你们这里来一个越南老太太，叫做苏鹏云莲啊，她是复姓啊，跟丈夫姓的，就是越南沦陷了之后跑到台湾去，后来女儿又跑到这来，她从大陆广东过去的，他是广东人，我也是广东人呐、啊，但是是听我们是拱啊，没有办法，我爸妈没跟我讲广东话，他们两个都是广东人，好可惜啊，要不我可以用广东话来讲这个嘛，那多好啊啊，哎，就是你少壮不努力啊，现在要想学很困难呐、啊，空有其心呐、啊，没有这个能力啊，那么这个。苏老居士啊，苏老太太啊，85岁往生，她整个过程我看了两三遍，她是吃苦吃的很多很多啊，但是她在吃苦的时候，她绝不埋怨，她懂得布施，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这个心血都投注在帮助婆婆、帮助家人、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她有10个孩子，你看生的这么多。家庭负担非常的严重，当时丈夫也不太争气，还沉沦赌博，你看他多苦啊，但是他没有怨言。我们在吃苦的时候往往会有怨言的，那功德就打折扣了， discount 了，打折了，所以不行啊。吃苦你要当做这是我在还债，还的痛快很重要啊，还的不甘心不情愿那很难过的。他懂得这个道理，虽然他没读过书，但是他懂，他修六度万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他通通具足。因为他往生之后，这些念佛人在研究他为什么可以往生，评估他生平所作所为，他这六项菩萨的所修的他全做到了，一点一滴都做到了。他最后享老福，他女儿在雪梨啊，把他从爸爸妈妈从台湾接过来这里享晚福，刚好这两个女儿女婿都学佛，他一听到这个法门太高兴了，就认真的念佛啊，带着全家大小的念啊，就像是莲池海会一样啊，下了课来，奶奶带你们念佛，阿婆带你们念佛，全家念佛，就像念念念。他念啊，念到那个骨头啊都凹下去了，念珠啊，你看他下的念佛功夫有多深啊，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啊，一般的世间的讲法都要认真努力才会成功的，何况是我们修行啊，要跳出六道轮回，你不下真功夫跳不出去的。他也生病，也得癌症，肺癌啊，
念念念，哎，好了。哎，1999年呢、啊，1998年、99年，他就出去了，他女儿带他去环游世界，跟各地的亲属告别了。我要走了，有那个味道。好、啊，到了年底以后，又来肺癌，又第二期又出来了。他知道时间不多了，还把家里面的菜园都整理得干干净净，不再种菜了，因为他有时间种菜，女儿没时间了，就已经透露了信息，他要准备往生了。两个月前就知道了，他还参加阿弥陀佛共修会，哎，这里有吧？心静念佛的佛七耶，日夜不停的念呢。虽然生病的很厉害，1月1号就往生，12月26号到30号还去参加。哎呀，你看看癌症病患85岁的高龄，把那些年轻的念佛人啊，年轻的人惭愧的要命啊，真精进啊，最后不行了才回家，才大概念佛网帮他一臂之力，念了33个钟头往生见佛。平时都非常的这个笑脸迎人的，他到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非常的严肃，非常的认真，他平时变了一个人一样，他知道这时候只有靠自己了，不能靠别人了。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啊，苦乐之当无有代者啊，都要自己承受啊。所以念佛是恶力法门，虽然有人帮你助念，仍是必须自己要自力奋战，你才会成功。否则有人帮你念，哎呀，你就懈怠了，你的心就放松了，这不行的。临终是大决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活就是阿弥陀佛把你带走了，死的话就是被冤亲债主把你拉下水了。有仇就报仇，欠命就还命，就是这样。所以各位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啊，那是一种拉锯战啊，佛力和业力的拉锯战啊，那比世间的那个大战、坦克大决战还要激烈啊！我们学过军事的，我常常用这种战争来比喻我们生死大战呢、啊，往生的那个大决战。你看我往生的时候，几乎都快昏迷了，都没气儿了。这都是念佛不得力啊！平时又没有信愿行，别人帮你助念，你的成功几率不是很大。你的信愿行记住，人家以如理之法助念，保证上垒。所以还是要自己努力才行啊！靠天吃饭，怎么样？会饿死；靠人打仗，会失败的。还要靠自己重要。当然，人家助我们一臂之力，顺水推舟，哎，那就更容易了啊，品位也会高一点。有人帮我们助念吗？啊，都有功德的啊。你看这个老居士，视线给我们看，自力奋战，坐着往生。病人这么重，还这么坚决，那个眼神可以透露了出来。在场每一个人看到他那个眼神啊，非常的坚定，都很好，很受感动啊。他在现身说法给我们这些还没有往生的人呢，他知道他快走了，他两个月前应该都有讯息了。前一天还看到一束佛光照进他那个他坐的地方，大家觉得很奇怪，哎，这个太阳方向不对啊，怎么会有太阳光进来呢？原来是佛光助照。老师跟你讲，往生前能够成功的人啊，都有增厚的。当然有的是没办法看得很出来，靠助念的时候往生也有可能啊。最重要还是临终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最肯定往生的。如果断了气之后靠人家助念的，就很没有把握了。但是还是有希望哦，我们不能够放弃啊！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那么你看病苦啊，说实在的，都是暂时的。这些病苦受过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这时候怎么办？一定要尽力的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这个阿弥陀佛的4个字提起来，念念都要靠定，
这一句阿弥陀佛，切切不可以有一念被病苦夺走的那种念头，因为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刻，是千钧一发的时刻，是我们这一世啊后我们的后世能够脱身，或是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是下三恶道的分叉点，这个分路点就在这时候。所以我们的心若是随着病苦烦恼走的话，那就是脱身三途了，脱身地狱了。如果我们这个心是随着阿弥陀佛的符号去了，那你就是往生西方了。西方就在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当中，最简单的开始是这样的，你去体会。所以念的时候要一句一句很清楚，一个字一个字要很清楚，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字，阿弥陀佛。如果这四个字符号提不起来怎么办？因为很弱了，你气很弱了，那就你念一个佛也可以吧，人家念阿弥陀佛你心里跟着佛，你照样念得出来，简单多了，对不对？你的心念念随着这个佛字，做自己往生西方想。那么如果身为重大病苦逼迫的缘故，连这个佛字也提不起来了，那怎么办呢？那你的心就要想自己哦，自己的面前真真实实的的确确有阿弥陀佛慈悲垂手接引我，你就观想阿弥陀就在你前面慈悲垂手接引你去往生西方，念念做自己往生西方想，命中断气之后啊，决定往生，随着你那个心念往生西方。哦，古德有说到这一个句子，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临终不能观即念，但作生意知有佛，世人命中得往生，法古经中如是说。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凡是在平时啊修观想念佛观相念佛的人，没有得到三昧的功夫，和凡是我们修持名念佛的，我们都是持名念佛的哈，观想观相比较难，说实在的哈，我们持名念佛比较得力，但是还是没有念到一心不乱的功夫啊，怎么办呢？啊，一旦到了临终的时候，病苦逼迫啊，难过啊，身心这时候不能够安定啊，以及种种的障碍现前啊，观想观相都观不起来，那么持名念佛也提不起来这个佛号。若是你能够想到自己面前真真实实啊，有阿弥陀佛慈悲垂手接引，念念做自己往生西方这样的想，那么最后一念有愿生的心，就随着这一念愿生的心往生西方啊。这是我佛世尊在法古经中金口成言亲自宣说的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真的是我看到有的真的念不出来了，能够念出来的能够念啊的都没看到几个，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下功夫才行啊。好，那么另外一只，你们雪梨这里啊，我也听说有一个好、哦、日行一善的这个老婆婆老公公啊，啊、哦、80几岁了，他念佛，他也念佛啊，有人助念，他平时有没有念佛就不知道，但是他死在医院病重的时候啊，他的脸色特别的好看，但是医生说他的身体内脏都坏掉了，他平时练太极拳的也蛮长寿的，但是还是得到重病，结果呢连友去看他的脸是这么漂亮这么好看，是有福没福啊，就在临终就看得出来啦。他平时虽然没有信佛也不懂得念佛，但是临终有福报，有人帮他助念，还练了3天3夜，哎呦，带回家中去助念。哎，临终前很清楚，不再死在医院是大福报，还死在自己家里面寿终正寝，又连有帮他还没有断气前练的3天3夜的，
最后他跟各位说什么？谢谢你们，我要走了。这个走是没有摆，做完多久？没多久就往生了。我看他很可能往生极乐世界，成分很高，因为他临命中很清楚，他还会跟各位说感谢，表示他头脑很清楚，这个人的心地很善良。打听的结果，他每天日行一善，可见他是善男子吧。加上临终善有福报大，帮他助念，虽然他没学佛，临终莲友跟他开示，我想他可能成功了。我不敢保证，但是我看他这个境界啊，很有希望上垒啊。另外一尊中阴身往生的，对，不可思议的中阴身往生，这是发生在你们雪梨净宗学会林新任居士的身上。我去年九月份在芝加哥演讲，他们拿了一个师傅啊，我们老和尚的那个传真啊，就是从电脑网络，老和尚有讲到这个事情，中阴身念佛往生的这个案例发生在雪梨净宗学会，所以你们雪梨净宗学会的功德很大，至少成就一尊了嘛，再加上那一尊嘛，这样子哈，再加上那个太极拳，但那个另外一尊那个老越南的老太太，你我们也帮忙嘛，有吧？也算是啊，雪梨有三尊了将近，那其他的可能我们不知道。有道场里面有一尊往生的，这个道场就没有白盖了，没有白搭了。但是希望越多越好啊，韩信用兵，下一句。多多益善，念多几个人往生，多么的好啊！多几尊佛成就了，太棒了！一尊佛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哎，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教化之区啊。我们警察都有勤区啊，那佛有化区啊，我们警察的勤区一点点啊，管个300户500户啊。哇呀，佛的化区有多大？三千大千世界相当于11个银河系那么大，多少万万亿的星球啊，多少外星人啊，外星人是人道哦，六道众生十法界啊，太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需要佛来度化的，将他入一身法界啊，哦，才能够快速成佛啊。所以这个我就去年呢、在芝加哥看到这个新闻呢，我就很好奇，我就想这个林师姐一定是念佛一定很精进的，才会感应到众生向他求啊求救啊。哎，这个他写的，我们这个副会长的这个夫人呢、特别帮他做笔记啊、记录的不可思议的中阴身往生。我在我们老师往生的时候，有一个忏阴法师的弟子叫林凤娇师姐，这个人的助念功夫很棒，哎，双盘助念，双盘一盘就5-6个钟头不下坐的，哦，定功很强啊，我好羡慕啊，我们都盘不起来啊，修得很好。他就亲自告诉我，他亲眼看到中阴身往生做了莲花走掉，49天之内车祸死掉的，大概亲戚朋友吧，就帮他念佛，练到最后，亲眼看到坐莲花往生极乐世界，还跟你说撒尤那拉，再见呢、我们西方再见呢。这是他亲眼亲口告诉我的，啊，他修行修得很不错，啊，真人真事这是。那么细节他可能我没有书面资料，我是特别强调这一件事，我听过，啊，那么这个林师姐这里是写出记录来了，我是特别讲一讲，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往生之后没有往生了，还有希望可以救他救法，不是没有希望，有佛法就有办法，但是最好是有把握，哦，在助念的时候就往生，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就见佛，这个才是100%的决定。中阴身往生很危险，中阴身念佛的几率啊不多，看我们再生学佛比较稳。因为中阴身净空法师跟我讲，我亲自问他这个事情，因为我做出一套广播剧来叫念佛救度中阴法，我把它翻译做出来的，听了会互吓到，那中阴身的变化又配那个音乐，刚好那个演员也演得很恳切，
我就问师傅，师傅说这一套不需要弘大力弘扬，不需要，随缘就好。但是确实有中阴往生的，我师傅也很肯定，包括我们师傅的大悟法，对不对？他的妈妈也是中阴得度，在善果林师傅讲出来的，好几个公案都是中阴往生的。所以我们也提一提啊，增加大家的信心。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当时没有成功，你落入中阴的，你这时候赶快提起佛号，还有救。看到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能理会，就一心求阿弥陀把你接走，要不然你会随业力去投胎啊，很麻烦的啊。那么这是去年的发生的事情，美国攻打伊拉克啊，对不对？发生了这个人质事件呢、啊。那么韩国有人在，也有人在伊拉克做事啊，结果他们大概认为是有问题啊，伊拉克的这个啊、这个暴力分子、恐怖分子啊，就把他抓起来砍头。这一头一砍下去啊，这个人呢、啊，哎，过去生中有念佛，应该他这个神识出来之后啊，他应该没有起嗔恨心，他相信因果报应，他没起嗔恨心，否则这一念嗔恨起，你刀起头落，一念嗔恨，你马上堕地狱，你相信吗？可见这个被砍头的金山日，他没有嗔心，那时候他认命，但是他很痛苦，他怎么办？他到处追寻，哎，中阴身有神通的，各位听过没有？他的灵敏度比我们再生还要强9倍，而且他会飞行，没有障碍，没有这个太平洋什么印度洋的障碍，没有，没有高山大河的障碍，一下就到了，你叫他名字马上就到，一呼唤就来。甚至有人死过之后他不知道死，哎，他落入中阴他不知道，哎，哎，看到人家怎么祭奠他了啊，他跟他家人讲话，家人不回答他，他很生气，又看到自己家人在祭拜自己，才知道，哎呀，我死了。哎，照镜子，哎，秦梦可照不到脸了，但是他，哎呦，他才知道他身体已经死掉了，落入中阴了。中阴是有很多境界哦，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就不提了。我们净土宗就是靠念佛啊。那么，我们林师姐在去年2004年7月3号那一天是星期六，清晨2点多钟，他做了一个梦。平时我看他很少做梦吧，应该这是做了一个很奇特的梦。他跟他的同修，他的同修我记得他的名字叫王新潭，对不对？我在那个朱文巴一看到这个王居士，都跟我姓王，就是新潭，心里面清净的跟潭水一样，既把这心清净嘛。我看他也是很热心的念，很发心的念佛啊。这个同修啊，过去中都很深的缘啊，金山是跟你绝对很深的缘，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找上门来。结果我们林师姐就看到，在梦中看到他跟他同修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板凳上，突然间啊、见到一个男人哭哭啼啼，哎，男人要哭哭啼啼不太容易耶，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嘛。他真的很伤心，头被砍了，身首异处，还死在他乡，客死他乡，难过啊，哭啊，要求救啊。他就跑到林师姐前面说，您要救救我啊。他还说国语呢，韩国人还会说国语呢。其实中阴身他没有语言的障碍啊。那么我们师姐就问他，到底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伤心啊？哎，这位中阴身的这个啊韩国人就讲了，我就是在伊拉克遭到激进分子砍头斩首的那位韩国人质。那我们师姐就再问他，那您叫什么名字啊？他就举起他的手啊，左手，并且手掌张开来给他看，这上面写了3个字：金善日，姓金，韩国人很多人姓金的，对不对？金善日，3个字。那我们师姐就继续问他，那我要怎么样救您呢？他仍然哭着说，你一定可以救我。这时候我们师姐就拍拍他的肩膀，你不要哭啊，慢慢的讲，
我唯一能够救您的就是教您念佛。现在你仔细听，我念佛给你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师姐一边念一边数给他听，叫十念计数法，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印光大师不是叫我们十念计数法吗？三声、三声、四声，念得清楚，听得清楚，每一个字要听得很清楚，口念、耳听是秘诀啊。号码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跟数钞票一样啊，不跟数在嘴巴上哦，数在心里面，不能记错号码，就循环不断，就十念计数法。那么师姐一遍念一遍听，数给他听，再问他说：“哎，你会不会念啊？”这个金山师就说：“我会，我会念了，我现在就念。”这时候他真的开始念佛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开始念了。那么师姐也在这个时候就醒过来了。由于啊，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奇怪的梦，所以我们师姐就坐在起身啊，就坐在客厅沙发上，在那想怎么回事啊？平时啊，师姐都遵照净空老和尚的教导，她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听广播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她一点都不知道啊，也没烦恼啊，她不知道啊。对，当着啊，她就望着墙壁上那个时钟啊，哎，才知道这时候是清晨2:15。那么他的大儿子正在这个时候从房间出来要去上厕所，就见到妈妈，哎，你怎么还没有睡觉啊？怎么坐在沙发上啊？他儿子觉得很奇怪，妈妈好像不太正常啊，就问了：妈妈，你有什么事儿吗？他这个孩子一定很关心妈妈，很孝顺，我看就会关心妈妈，为什么3:30你一个人坐在这儿啊，不去睡觉呢？那么师姐就告诉他儿子他刚刚所做的那个梦。那么他儿子就接着说了：妈妈，您平常都没有看新闻，你怎么会知道有个韩国人在伊拉克被这个激进分子砍头，你怎么知道呢？那师姐就说了：是他跑到我梦里来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在那发呆啊，在想怎么回事到底。那么他那个儿子立刻就跑到房间，拿出了一份英文报纸就给这个师姐他妈妈看，上面就有金三日的照片，我在台湾也看到报纸登出来有他的照片啊。那么我们这个师姐看了吓一跳，没想到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他梦中所现出那个韩国人就跟这个报纸上登的那个照片是长得一模一样，就是他，而且他是对我讲中国话讲国语的。于是我们这个师姐很慈悲啊，就人家有求嘛，他是菩萨就有应了，马上点了3支香，走到屋子，对着空中啊，就对他说：金善日啊，今天早上我会去雪梨净宗学会啊，因为我们今天学会啊是星期六，有12小时的念佛共修，会有很多人来念佛共修，希望您呢也一起来吧。我一个人的力量很薄弱啊，希望借助众人的力量啊，能帮得上您的忙啊。雪梨净宗学会的地址是什么？念一下 Shop 1 115 number， 对不对？ Woolburn Road Barra， 是不是？哎，不是，我的英文可能不是很好啊。希望您一起来念佛。自从我们师姐做了这样子梦之后啊，她每天早上2:00就自然醒过来了，不用人叫，也不用闹钟，自然就醒了。她内心有股很强烈的念头，要念佛回向给这个金三日，希望能够帮他忙解脱六道轮回的痛苦，因为被砍头是很痛的，很痛苦的。如果他不能念佛往生，保证堕三恶道。默学足足念的是他12天的佛，你看他从那一天梦到他之后，一天念的12天，到了第13天的早上，他又做了一个梦，就看到金三日坐在一朵苹果绿的颜色的大莲花上面，
这个微风轻轻的舞动，莲花的叶子还会跳动呢，花瓣徐徐的在摇动。那么金山寺合掌笑着对我们这个林心日师姐说啊，万二分的感谢啊，以后极乐世界再会啊。那么我们师姐也合掌对他笑着啊说了三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师姐就醒过来了，他梦中会念佛哎，哎呀太棒了平时没有念佛不下功夫啊，你做梦也念不出阿弥陀来啊，你说是不是？你会喊娘来了，吓死了，对不对？你看怎么办？所以说平时要下功夫，做梦你能念佛，还不敢保证你有把握。要病的时候，病苦中也会念佛，很痛很难过的时候，还不会忘记念佛，哎，就进步了，更上一层了。因为我们死的时候啊，那个痛苦啊，比做梦，啊，那个样，那个还要难过，我们的心很散乱那时候。如果你平时不下功夫，那个是大死哎，死的时候很痛苦啊，你没有定功啊，真的扶不住哎。所以我们平时要学着点，要认真的学习这些修行啊，很有发愿，很有心，很有认真修行精进的那个菩萨，都是我们的善友啊。我们要成功要靠名师，也要靠义友啊，就是这些念佛很精进的菩萨，就是我们的义友啊。我们要见贤思齐啊，看好榜样，要学着点啊。好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师姐醒来一看，是清晨2:45。从此以后，对我们这个师姐啊，林师姐啊，就更坚决一定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是睁开眼睛或者做任何事情，自然然啊，哦，心中就涌现出阿弥陀佛这个佛号来了。所以他非常感激金善日的出现，因为金善日坚定了他念佛往生的决心和意念。他的感受亲身经验，居然被砍头的人质来找他求救，他又把他成功给送上极乐世界。他那时候的愿力啊，你看人家说教学相长嘛，何况他是亲身经历，我们还没有这个心，还没有这种经验呢，啊，这个是很特殊的经验，所以会增长他的道业，是可以肯定的。他成就了金山寺，金山寺也成就了他。阿弥陀佛，金山寺一定会请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师姐，你相不相信？相信就鼓掌。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懂得知恩报恩啊，绝对不会忘恩负义啊，你说是不是呢？啊，是哈。好，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提出来问我哈，我们时间还有几分钟大概？15分钟，刚好我们先答复这个问题好不好？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呢？我们现场可以提出来，大家交换意见。那么王警官呢，啊，很冒昧一个问题啊，普通人呢，啊，对生死的问题啊，可能不会考虑太多，确实是这样子。不知老之将至，不知死期将到。哦，现在这人在世上闹啊，糊里糊涂过日子啊，不知道自己临命终啊，不知道啊，哦。莫待到老方修道，孤坟都是少年人啊，举世皆从忙里老啊，谁人肯向死前修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啊，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哎，真是啊，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就沉下去了。特别是年轻人确实如此，血气方刚，自以为是，甚至很自负很骄傲，不听老人言他会吃大亏的。那么听说王警官您经历了多次的生死关头，哎呀那倒没有了，不过真的差点被打死真的，我以前处理群众活动啊，被包围起来啊，插翅难飞啊，200多个包围起来，乱棒交加，棒子跟雨点似的打到我身上来啊，我心都凉了，没救了，我劝人家念佛，
吃素怎么今天落了这种场面呢、啊？哎呀，心都凉了一半了，可是我还继续念佛。我知道必死无疑，退此一步即无死所啊，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啊。我就可着狠心，咬了咬牙，拼命念。念了几声啊，我也搞不清楚，很大声。你看我声音大不大声？比这个大声多了。他们说有一个师姐说，他们都是好几个人听我念佛，我往生老师断气那一刹那，我念佛的声音啊，他们说会把墙壁给震裂了。他们都不念了，他们都掉眼泪了。他们说很感动，我也不知道，还说哎，王警官，你是不是一心不乱啊？我说哪来的一心不乱啊？我是烦恼巨富啊，胡思乱想啊。倒是那时候好像真的没有念，没有什么妄念呢，念了半天没什么妄念，顶多一两个。这是我这一生念佛当中最亲近的，就是帮我老师往生那一刹那，连续念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差不多。所以我们那个陈佛教师姐问我，你是不是一心不乱了？我说没有，我啥也没有，那是佛力加持我帮老师一臂之力。因为大家念的时候快睡着了，凌晨5:35啊，通通走光了，没几个在现场了，都一下想睡觉了，没精神了，真的尸老兵疲啊。我就奋力一站啊，我就稍微喘了一口气，我知道临终快到了，大战快现前了，我就养精蓄锐，停了20分钟休息，这样喘气，开始作战，轰就练出来了。排山倒海，哦，以后再也练不出来了，真的没有办法。那个是压力的释放啊，4天的压力要移送法办呢、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啊。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奇怪，佛力加持才会练得出来啊、哦，要不然不可能练那么大声，练这么久喉咙不会哑，不可能的事情。这种练法顶多1分钟2分钟，你的喉咙就完蛋了，倒嗓、哦。我很深信那时候佛力加持。是否可否请您谈一下您的心理变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生死战啊，短兵相接，生死大战啊，助念就是这样子啊。你要当做你是，那是你，你就躺在那里，你靠人家帮忙，那个人就是你，要靠自己才行。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渐渐轮到己呀、啊，所以我们帮他助念，你要如是观想，我就是他，我就躺在那里。这时候你还敢胡思乱想吗？不敢啊，就很专心一意的助念了，当做自己的亲娘也可以，啊、哦，亲爹也可以，就是你的至亲呢、啊，你就很认真了。那么，很冒昧，又让您啊，什么回盲。那些过去的事情啊，就是回想那些回忆那过去的事情啊，啊，确实这样子。我已经帮了大概，我算一算，大概10个人往生，还是成功的，应该没有算错，啊，顶多有点一两个误差了，不敢保证，确实是这样子。所以我很有愿力，很有信心，我真想当阿弥陀佛的大使，在娑婆世界招生，当义工啊。大使是不敢当啊，大使还是个官呢，对不对？那还是贪官不行，贪做官，干脆当义工好了。所以我很奇怪，讲出很多助念的东西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出来，而讲出来还流通发行，大家还喜欢听，你说奇不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请佛力在加持我，每次上台讲法都请佛加持，希望讲法期间没有障碍，不要讲错，不要。断人的慧命啊，那就不得了了哈。那么我太太有个问题，另外啊，我太太有个问题，太太如果有孩子，有了孩子是否应该做家庭主妇，在家带孩子，依照弟子规的教训应该自己亲自带孩子。很多我们这个外国同修啊，都是跟我吐苦水啊，难过啊，儿女不孝顺啊，被外国人同化了，他怎么容易学佛呢？第一个中文就不认识了，所以我们从小胎教，我昨天讲得很清楚，你还要幼教，你的一举一动就是你儿女的榜样楷模，他经过这种人格的塑造，在3岁之内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他人格一定很正常。
他就不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污染啊，他的免疫 系统就很强 very strong， 可以抵挡外界的诱惑。加上你给他读弟子规、三字经，先学中文，不要读英文，英文到学校去念自然会念得好。你看我们留学过来到大学都可以学好，高中都可以学好，何况是从小一年级开始学，那一定学得呱呱叫，你不用操心这个问题。帮他学中文才是真正的重要，好不好？哦，这个钱啊，说实在的，定一着莫非钱定，这一生赚多少钱都有个定数，你先赚了，你看看你以后赚不到了，搞不好你辞职在家带孩子，你那个路啊，你先生帮你赚回来了，知道吗？哎，蔡礼旭老师不是讲这个故事吗？哎，他姐姐就亲自辞职教孩子，他姐夫一奇怪，钱赚的反而更多。真的，福禄寿禄啊，这个财禄、官禄、俸禄 ，salary 薪水嘛，都有个定数啦。你看袁了凡《家庭四训》不是讲得很清楚吗？91担五斗当初共嘛，你领到一个薪水到了这个时辰了，时节因缘到了，你才能够升官呐、啊，算得准准的。所以各位啊，你听懂了《了凡四训》，我希望你们这里啊，除了《弟子规》的推展之外，要推行《了凡四训》，要给这个澳洲人呐、啊，澳洲雪梨这个附近的居民呢、啊，尤其是华人，要种善根的，家庭要和谐，要懂得啊，夫妻和。子女孝，他才会入佛门来学佛啊。他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怎么来学佛啊？他没善根啊，所以我们要帮他们种善根啊，尽量用这个简单的东西，没有宗教色彩的啊，不然他误会佛教是宗教啊，他不了解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须啊，他不知道啊，所以做人的烦恼很多啊，障碍很严重啊。这一点呢、啊，希望大家要发心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佛教徒、佛弟子的责任。你们认为啊，我来这里对你们的有帮助，你们也不妨啊，简单的、没有什么色彩的，也可以帮忙一下。有人说我讲的法啊。对那个铁齿的好像很有用，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人这样赞叹我了，我也不敢这样承认了，你们参考一下。我的亲戚里面有一个真的是医生，非常铁齿，不相信神明，不打香拜拜，他到我家来送他的那个他太太的妹妹嫁到我家来，我家的亲戚，娘家的亲戚。我说我没什么礼物送给你，刚好我有一套演讲叫绝了谁是我，不是忘了我是谁、啊、绝了谁是我，那是我在警察专科学校的演讲，速度之快啊，跟机关炮一样啊！讲到最后，熄灯号车了，你们要不要下课？我们要继续听，不要下课，这很好玩，很风趣。我上次也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讲得这么好笑？所以有一个小孩说，王警官爱搞笑，很好玩，真的。所以这套就渡了他那个王大夫，他也跟我同姓王。他说听完这套录音带，从那个台北到台中要开2.5个钟头嘛，车上就听，唉，他后来他学佛比我还认真，师父念佛哈真精进，所以说可以给各位参考一下。我不能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能这样讲，每一个人法缘不一样，接引的众生根基不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哈。哎，另外各位还有什么疑问？我们还有几分钟。6分钟 Is there any question? 不要客气，帮大家问问题。大家怎么那么 humble 谦虚啊，没有问题啊。哎，这没有问题啊，那我怎么做个结论呢？好，看到这个世间啊，苦人这么多啊，莫忘世间苦人多啊，我们就要懂得惜福了。哦，财为五家共有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不要追求错误的目标和方向。学佛不要想富贵，
如果你学佛想富贵，你往生绝对有问题。所以有师父常常讲啊，你有很多股票，你有很多栋房子，你虽然念佛，可是你放不下，往生会有障碍。所以我常常劝那些有福报大的人啊，你要把你的福报学范仲淹啊，宋朝的宰相范仲淹，学财神爷范蠡嘛，让人家来分享啊，你的福报大得很呢。尤其在佛门中啊，修福报啊，那福报更大。你用清净心来修，那是无量无边的福报啊，对你的往生有很大的助缘。你肯舍，你一定有德，而且在锻炼破除我们内心的千贪执着，有它的好处。布施破千贪，因为我们人啊，说真的很贪。大烦恼，第一个烦恼，你看根本大烦恼是贪。你说我不贪呐、啊？哎，很难讲哦。你不贪名没错，说不定你贪吃，对不对？喜欢吃啊。哎，不贪吃，哎，希望喜欢贪色也不一定啊。但是有人会贪名啊。你看三代以下无不好名者，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他赞叹，都希望自己啊、哦、名誉很好。嗯，西洋谚语都讲，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嘛。所以难免会有。都有这种现象啊，只是轻重不一样而已啊。最后还会贪睡觉，刚刚讲过了嘛，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在这个五欲六尘中，在修行啊，千万不要跟着感觉走，跟这个五欲在打滚，就跟猪在猪圈里面打滚，永远出不了那个猪圈，那糟糕了，一定被人拖出去一刀杀了。你看猪啊。再怎么样啊，难免要挨一刀啊。我们若是不念佛往生，不跳出六道轮回，保证一定堕三途。因为三途是我们的家乡啊，太久了，我们暂时离开家乡，现在出国观光啊，没几天又回老家了，你看冤不冤枉啊。这时候趁着观光出来怎么样，赶快移民。你们都懂得移民到澳洲来啊。澳洲虽然是人间净土啊，但是十年下来被污染的也蛮严重的，速度加速啊，将来就不是净土了，变秽土了。所以各位要了解这厉害，你再怎么跑都跑不出娑婆世界，只有靠阿弥陀佛把我们拉出去这个三界，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明明白白一条路，可是千千万万不肯行啊，怎么办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末法时代就靠念佛法门才能成功，佛早就知道了。三千年前他老人家都很慈悲，知道我们末法众生修不成功，你要靠一般的通途法门要断烦恼你修不成的，就靠这个念佛二力法门才能够出三界。所以末法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这就是佛啊特别慈悲对我们末法众生的开示。哦，白毫婉转五须弥，哈，我们的念佛记里面了、啊。白毫婉转，白这个白毫是如何说呢？你看那一点，你不要小看这个白毫啊，它真正那个光啊。这个多大你知道吗？超出我们想象啊！须弥山有多大？各位，须弥山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呢，不是我们地球的喜马拉雅山，不是哦。黄念祖居士讲得很清楚哦，四大天王第一层天在山腰，玉皇大帝上帝在山顶，那第三层第四层在空界了，你就知道须弥山有多大了。他那个白毫啊，阿弥陀那个白毫啊，像钻啊，白人啊，所有须弥山这么的壮观啊。所以佛身不是我们凡夫能够想象的，这个佛光一照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嘛。所以这个你要我讲我也讲不出来，太殊胜了，不可说。啊、哦、参考一下，我们时间也到了，要讲啊
讲几节都讲不完啊。那么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到此啊做个结束，祝福各位福慧增长，道业精进，当生成就。别忘了回入娑婆度有情，谢谢各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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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大众向佛一问信，阿弥陀佛。豪门李谢文王景官一问信，谢谢阿弥陀佛。谢诸位。